叫春平被三只大猫熊紧抓不放熊，一边一个抓住他的大腿，另一只则抓着他的手臂，是在抢吃的吗？其实他们是不舍照顾他的工作人员离开了。原来春平是四川猫熊保育中心员工，在保育中心多年，近日决定离职转战商界。这几只猫熊全是他从小带到大，与他感情深厚。离开前他在看这几只宝贝，这些猫熊似乎心有灵犀，见到春平死死抓住他的大腿就是不放。一旁工作人员不管怎么拉，这几只大猫熊就是不让春平走，模样超可爱。也让人见识到猫熊除了爱吃之外也很重感情。这说到吃，猫熊最爱吃的是竹笋，虽然这笋子硬得要死，但只要到它嘴里就跟啃甘蔗一样简单。有网友就把猫熊吃笋的模样 po 上网，算吧算吧，共有七种姿势，每种姿势都很撩人哦。尤其是这只猫熊对着镜头一点也不害羞，大大方方啃着竹笋，咔嚓咔嚓的咬，硬是把坚硬的竹笋当黄瓜来啃，让人见识到猫熊的牙齿及下颚真的有够厉害。中新闻徐家刚、杨昭，四川综合报道。